结果显示你出现了第二人格，他叫阿俊。阿俊暴力多疑，缺乏社会意识，和你的言行举止完全不一样，还是个左撇子。有可能啊，我是右撇子啊。我去，我没有疯啊。方丽，他的样子看起来不像是会随机杀人的杀人犯。杀人犯会在脸上写着我是杀人犯吗？你看起来并不紧张哦。可能是因为我到现在还觉得是在做梦吧。做梦？警察说我杀了人，可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。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我只记得那个时候要搭车回老家，就觉得头很痛，肚子也不舒服，所以我就跑到厕所去。后来警察就突然冲进来，说我杀了人。那你知道自己罹患了解离性身份障碍吗？解离性什么意思啊？俗称的多重人格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我觉得我很正常啊。是那个医生跟你说的，他不是要帮我治疗头痛的吗？那你怎么解释自己杀了人却没有印象呢？鉴定报告也包括了心理测验，结果显示你出现了第二人格，他叫阿俊。阿俊暴力多疑，缺乏社会意识，和你的言行举止完全不一样，还是个左撇子。有可能啊，我是右撇子啊。我没有疯啊。裴先生，你先不要慌，多重人格是心理疾。医生认为跟你幼时的经历有很大的关联，你父亲早逝，你和母亲相依为命，而你母亲前后跟不同的男人交往，那段时间你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家暴虐待。走开，不要动。那我没到啊。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妈，裴先生，你还好吗？头有点痛啊。最后，你母亲选择离开你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妈，被你爸了。你到处流浪，直到被社会局的人发现，安置在慈心育幼院。虽然有饭吃，但是呢，不断遭受霸凌，直到真人收了没有？立 TV 线上影视。